对呀、啊，你我哪里我让你说平的？你先看这种，你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觉得照这种？不平呀、啊，不平呀、啊！我既然说了，你仔细想一想，不平不平不平，这个、对吧？这个图那样是一般般，不平。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局平局的概率很大？因为你从天赋当中来看，马哥带的是什么？带的是张狂，带的是张狂意味着什么？监管者这边就想保平，他会以一个死保平的姿态来打。所以说这个平局的概率就会比以往比如说带底牌挽留的蜡像是更高，你觉得这个分析的有没有道理？我觉得你分析的很对的情况下也不平。嗯，平不了一点，兄弟们，这图咋平啊？这图老杨就是让他平哪平呀，就是被他这玩意儿好喷嘛，现在已经被架在那边了，就他已经下了一个不平的判断了，这个时候我再给他分析，他即使觉得再有道理他也不会说啊平。不是，你告诉我大家这个图，我这个图你告诉我蜡像师哪有那么好评啊，又不好喷。嗯，对，这个地图不好喷倒是真的，修的又快，又有祭司，嗯，又三刀姐杂技，你告诉我配个前锋，这个图前锋可是 T 零级别的呀，这个图前锋是最厉害的图。我说个问题啊，修的又快你怎么给你说出来的？那佣兵跟杂祭司修的慢，其中一个六鬼，那剩下三个人，两个人起码两个人修机百分百爽修的局啊。对啊，这套阵容整体上面四个人里面两个人修机慢，怎么会修的又快给你说出来呢？那你抓一个修机慢的，那不是两个快的一个慢的，那不正常节奏，那相当于快局啊，小图快局、啊。哎呦我去，一波反子！你看看，你看我这边下坠哥多敢操作，神坠多敢操作，这大家慌得很，我跟你讲，大家这说平就平，张嘴就来，你怎么张嘴就来呀？这就是不平的，这图大家这就很难打呀。看不说话了，害怕了，紧张了，一刀没拿，一分钟过了，这边再一个长洞拉开自己的身位，照样不给你喷了。喂，这波为啥神锤不打动啊？完了呀，这晕的呀，哎。哎，这机会不就来了吗？这神锤为啥这么打呀？不过还行，至少这个爆就是钻洞的这个爆没有爆到，那这边要掉蜡的。没事，该定住啊，定不了一点。哎，可以，马哥的熟练度这一波没有拉满呀。哎呦，这没喷到，定住一刀，一分四十秒的击刀、哎。干嘛呀？他在干嘛呀？他为啥不喷满呀？老师，他老喷一下，他是没看到该叫飞轮吗？他应该可能没看到吧？我觉得很舒服呀。对于求生者这边，一会儿说不定还有二六呢。嗯，对，因为现在什么样的前锋这边就一波人，他可以受伤的，因为受伤以后他是可以接受受伤，他只要不是双打，心理需要移情。对，医保跟前兄弟们，你要知道心理跟前锋那是绝配啊。但还行吧，我觉得也不是说就至少反正这里刚才哎一波撞晕漂亮三岁，你这么快呀？我两分二九三啊，不十九二十二一二二。二三，好，这边好了。前锋定住啊，那这边的话一刀打中，还行。这波无伤救的情况下，前锋能 OB 了。对，前锋可以投铁撞，没关系的。受伤害，你没到二阶的，受伤害就受伤害了，吃一刀都。而且是什么呢？你们要知道，兄弟们，有两个点是哪两个点？我给大家点一下，观众朋友们，一是前锋满血，二是祭司自愈快，三是西安无墨没有二阶。哎，但前锋被定住了。定住不要紧，我站在这里，我让你丢一次，好吧？对啊，你机子不够啊！你现在外面两个活人，对吧？三台机子，你机子不够啊！哎、这波没有逼出来是有点难受啊！我觉得前锋刚才不应该拉球，他应该吃一刀。对，吃一刀也比这留球会不会好一点？是。那这里的话，但是机子差的不多，对，这边也就差那25，兄弟们，也就差那没有二阶啊，应该拦不到。还玩细节呢。哎，再喷，他打针对飞轮，哎呦，文斗经呀，神锤！我告诉你们，兄弟们，这就是顶尖的监管者，不是顶尖的求生者。他这个飞轮的运用真的很关键，这个点能卡点，为什么没有卡住呀？哎，这一波机子在修了，马哥这个蜡快拿没有去封机子，那，他哪有吸情？他不是他哪有那什么呀？他哪有够了呀？哦，封不到，我以为是那个人皇机。就在能碰到他不是，就在能封到他哪有就是没分不起来神呀？对，也是，这偏一手。闪现要交吗？马哥，你确定吗？真的没有必要。啊，马哥那什么了，马哥收回来了，看出来了，收回来了。
压起身，有机会的，还有机会的，起身压得好也行。那边贴门了都，这边的话我觉得可以直接亮。你看六等不到三台机，兄弟们，这个图，所以说前锋贴门了，刚才前锋失误的情况下还能打，这个图太大帅真的太小看这把的求生者了，这个图很厉害的，大帅在那里瞎做分析 BP， 后天给我出视频啊，我明天就可以出，行行行，你明天出，哎，卡到了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是从监管者这边的一个天赋分析他的心理，再加上我对于马哥个人操作的一个信任，但是确实我没有想到这把求生者这边前期牵制能牵制这么好，然后神坠在那波其实也是真的就一瞬间的事情，那刀打中了对吧，前锋也保不了人挂飞了，那就不就是个平局嘛，地图不行主要，嗯，对，